你怎么开车的？林泽哥哥呢？你是他司机啊？是投资经理。你就是莫总的女友粉吧？把粉丝给我去了。嗯。金阳资本，同行啊。不过，你这个实习生的 title 有点低啊。现在上格那什么人都能当经理了。我虽然是实习生，但金阳资本的林总是我爸。嗯，你是林小姐？要不要我给我爸打个电话呢？哎，不用不用，幸会幸会。啊啊，林泽哥哥最近怎么样？有没有好好吃饭？有没有好好睡觉？有没有女人缠着他？林小姐，这些都是莫总的隐私。什么隐私啊？我跟林泽哥哥很熟的。难道你是莫总的？哎呦，这都被你看出来了。我说他最近怎么笑容都多了？是吗？看来还是得以柔克刚啊。以柔克刚？怎么克啊？